方式嘅，咁我哋用舉手方式，好冇？支持呢個動支持呢個動議嘅同志請舉手。民建聯最多唔舉手啊！係咪要攞把刀出嚟斬人啊？準備？斬得唔夠大鑊喎！非權的同志請舉手。是兩位同志。反對的同志請舉手。沒有的，那就兩位同志，16位支持。那我們就通過了這個臨時的同意。還有一個什麼誠信什麼審核部這麼常態的東西，其實個問題是誠信通行少咗啦，即係好啦。個問題你講完咁耐，其實都係自己人查自己人。我話請問有咩用呢？其實我諗你要嘅係一個獨立調查，而唔係你所謂自己人查自己人。最後就係主席，由於咧我鑑於見到就今日咧